欢迎收看，是、欸、不对，是欢迎收看窥基 Friday，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ui。没错 ，PUB 的比赛继续跑，那当然好的节目呢，我们也不能少啦。第一集我们就请到了重量级来宾阿森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阿森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完全没有头绪。是你没有头绪是不是？完全没有。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我们先前已经跟阿森收了一个预测的名单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比看看我跟你的预测到底谁比较准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一样先来看到的是本周周决赛打完之后的16名排行状况。好，来看到1到16名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比赛大家都有看，所以也知道结果。那不过要先跟你讲今天的规则，就我们现在有16队，是。那你当初缴的名单也是16个，对不对？是。因为我们总共有28队嘛，那16队有在里面的，有一队我们都会加一分。是。但如果你的名次完美预测到了，就加5分。就要来看一下你预测的名单还是我预测的名单，先来看一个。哎呦，这是我预测的名单。是，哎，你台港澳摆这么多队哦。节目组没有跟我说有处罚，不然应该不是长这样。我看你这样子排，应该是输定了，应该是输定了。很危险啦。那我来看一下你的名单是不是跟我的也是类似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差不多嘛。你看一二名，然后第三、第四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 PGS 赛区是我放很后面，因为我一直认为 PGS 应该是小于台港澳，殊不知。真的是说不出，不是你 PGIS 的时候不就已经该知道这件事情了吗？不承认这件事实，那现在呢？不想承认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相信了，我相信确实不是。那我问一下，你知道相信的结果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下一张字卡。哇哦，我赢了！我输了两分啊！你知道？不可能啊！不是你单纯是刚好把 GX 摆到第七名，然后没错，你答对了。我预测中的比你还少，但是我预测一队标准精精准准就在第七名，就是 GX， 台港澳的骄傲加五。哎、欸，我16支队伍里面，我只有4支没抓到。啊，怎么样？你输了啊？你啊，啰里吧嗦什么东西？我差点骂脏话。节目不能骂脏话，节目还是注意一下尺度啊。所以结果就如同我们，好不好？今天的。比赛结果就是这样。你才输两分也还好吧？你在得意什么？输两分就是今天的惩罚是啊，今天有惩罚哦。对，今天有惩罚，今天不是奖励，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奖励，有可能是懲罰啊，不是啊，事前要讲啊，事前讲了我才可以认真做啊。没有来不及，你下礼拜、欸、有惩罚要先讲、欸，你下礼拜可以认真一点。下礼拜是不是？但这礼拜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，惩罚干嘛？惩罚惩罚今天我们有准备一个好料的要给你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真好，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卡拜之前你还有面可以吃。自助上面精心为你挑选准备近期网络上非常红的一款芝丝辣面，你先尝一条看看好了。一条吗？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它的那个味道，因为你一开始吃应该是会累积一点后劲，应该还行啊。它看起来就白白的、啊，就跟一般的阳春面差不多啊。味道不错。哈，已经有了吗？哈，这么快吗？你搞得我很想吃一口、欸，没事，还是我试一下，应该可以，应该、哦、不要，算，我又没输，我试这个什么东西？好，你就让它慢慢吃哈、哦，你算运气好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 Top Five 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周决赛的精彩影片。哇 ，EMT 带来的操作，主播可以转播一下吗？麻烦，不是，我现在，你现在嘴巴不舒服，没有讲话。哇，这波很狠哦 ，Heaven 直接一根进来，然后配合队友的枪线直接全部打掉。而刚刚那个我觉得普通啊，这个算是蛮特别的场面。你看下面那个 Griffin， 他也没有打算先打人家的脚，然后呢先拉一个75滴血线以内再打补吧。那黑人一上来就是65滴，可以直接打下。黑人打得好，他有先让血量维持在这里，在打最后一个毒圈的时候是要这样打的，然后人家刚好都不会上来。对，他判断这么准。没有啊，他先变两个，他已经抓到对面心理了，所以我跟你说这套饭你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连预测都预测不到。你现在你吃面，我还要再吃一口，是不是？你吃面、啊，我今天是整个路看完，我要把它吃完，是不是？其实不用，你看你食量就好。你们真的不要太过分，你至少要把套饭吃完，所以我现在帮你重新放一遍，来看一下。这次其实 AE 也打得很好，你有看对吗？你要看那个他怎么打燕玲那个头，这边这个角度。这么刁钻，他直接扯上去，对，直接盯着这个小缝，然后先抓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秒掉，真的是秒掉两发。我是验你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然后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嘛，有烟蒂，然后可以起蹲 B。耶不爱，不是我们在录节目，你可以好好讲话吗？先来点牛奶是不是？不是第二锅好辣呢、欸。不是啦，你先看这个，这很精彩哦。怎样？多精彩？不是你喝，喝完我们再看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选这个选手，他去哪一队都有办法把那一队带起来。不过不得不说 ，GX 这一次 Xavier 也是近期的那个系列战，其实打得挺好的。
打的是不错，可是 GX 这一把赢下来，其实也是含一点点的运气成分在。我记得第七圈七进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是三个防区，刚好刮到他们脚下，然后对方全部都得出来。刚刚那个台港澳 G 已经没了，我们现在换到的是 PKL G， 哎，韩国 G。小细缝丁 PO， 他们这次落地下把所有的资讯都抓爆了，而他们知道对方大概的边线，因为现在 PO 一支，然后呢 Asura 在最高，然后两栋双子星都一支，然后 A 就塞了一套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再打，打了又再打，哇，连续就是三次都能够顺利歼灭掉捐曲，就是靠着 A 一这支团队打掉的是曾经的世界冠军呢。A 一完美团灭掉了捐曲，其实我觉得你要说 Top Five， 光 A 一那个应该要做一个锦旗，就他们在这没有难色哦，怎么样啊？你就是讲啊，不是你这样子要我吃的这个面，然后这样端着这样看着你，是要我讲什么 ？OK， Top Five 看完了，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Top Five Fail。啊，这是哦，马天鬼哦，哈，哦，他翻车的过程中直接被那个啦，被那个 Two Table 把车点爆了啦，对，那也没办法。哦，这个我有印象。这是这个屁友，你看屁个低了，超好笑的。大家我过去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呦，你怎么你觉得你丢进去了是不是？然后结果就踩到了。那天是你播的嘛？哎，可是他后来站起来帅了一波吃鸡呢。哦，这个炮枪嘛，基本炮枪没事啊，反正我们的吃鸡时刻看多了，现在看这个强度比较高的，觉得不够废哦，可能要再废一点才会有感。哇，这一圈是最后一圈，然后这么多人毛毛虫在爬是怎么样？你有看过最后一圈这么多人的吗？不要少，可是你看这个 UK， 他就这样一直跑，他要去哪？他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不要，我要再看一次，他要去哪？他人也不打呢，我觉得这一波真的是 UK 史上人生黑历史。他是迷路是不是啊？没有，他紧张，他以为圈外有人。不是他圈外有人，他出去也不会赢啊，他在里面就赢了不是吗？可是他就想这样做啊。他看起来是直接从那个烟雾里面这样迷路，然后要绕出去。那冲出去干嘛？电疗哦。然后出去以后发现，好啦，我死了，游戏结束。好丑，我这波好丑，这波可以吃鸡的哎！我刚打了个嗝，你没听到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听到，但我有闻到，好饱哦。但那个麦克风应该有收到啦。不是，这真的很辣呢。但我一直闻到浓浓的嗝味，真的很辣呢。不是，你再吃一点，快点快点。我没有，你冷静，我帮你暂停。你不用那么专心的看，你再补一点。哎，还是你要不要吃鸡肉啊？我这边有鸡肉，还有鸡丝。我最近有在健身呢。先不要，我可以喝牛奶。哎，不是，帮忙吃一点哦，这蛮好吃的呢。你再来一口，你再来一口。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不过说实在，是真的好吃的吗？看跟谁吃啊？跟我吃，跟你吃，我觉得特难吃。那不是，那跟谁吃会好吃？哎，跟除了你之外的人吃都好吃。哦，除了我之外都会好吃。吃饭是看心情，因为他不会在旁边笑。对，看人吃的。这贴地怎么了？哦，他也被卡到啊。被什么东西卡到？哦，他卡在那个小角落啦。那个小角落刚好是一个扛进去一个人，可是他这样跳起站不到。不是，他是不是卡到我不知道，但你的声音其实蛮像卡到的。我看你像卡到。你看你还不太对劲。不是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还要在审判，你要让我讲话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 Top Fail 喽。OK， 上一周的预测结果已经结束了，那究竟这一周谁可以拿下我们这一次的胜利？我很害怕下一班的出发，你有没有好好预测？我跟你讲，我超认真。你超认真是不是？你好，我们那不然我们直接开板嘛？来来，好了，直接开，来三二一，开。那你的前十六名没有 GX 哦？前十六名有。被我删掉了吗？没有 GX 啊。被我删掉了吗？没有啊，对，被我删掉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哈。哎，怎么删一删删掉了？不能动了，不能改了，不能改了。没有，我刚有在排几支那个台港澳的队伍啦，有，我有把其他台港澳的队伍排进去啊。GX 怎么被我删掉？还是我写错字了？哎，你这里没有放 GX， 你看不起我大 GX 哎、欸，不是意外，意外，意外，这绝对是纯属意外。那我看一下你的啦，你是始终维持，你上礼拜也是那个嘛，宇宙居第一嘛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跟你讲啊，就是宇宙居吼，现在只是一个短期的震荡，它迟早要回归到属于它的基本盘。好了，你这个啊，我们下一周不用录了，你直接惩罚啦。我必须跟你讲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两个十六名都没有中？二十八支队伍，我们两个十六名都没有中，那你要组一队，我要组一队下去打、欸。对，你数学是不是不好？不是，我必须跟你讲。啊，对哦，这样我数学不好。你数学真是不好、啊。这样啦，这样现场所有人都要组一队，要下去打了。昏头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有阿森跟我的预测结果，究竟下个礼拜谁可以笑着离开摄影棚？我觉得还很难讲，因为毕竟全新的赛制对于所有的观众跟选手来说，应该都还在适应的时期。那也千万不要错过本周的生存战、外卡战，还有周决赛啦。那节目在这边也告一个段落啦，我是主持人奎。
我是阿森，拜拜。Crazy Friday， 我们下周见喽，拜拜。